嗨，大家好，我是娜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在上一集及上上集带大家去走访了奈良的吉野山以及我推荐的四大樱花绝景，这次我们就移动到京都。这一次的关西旅行主要是配合吉野山樱花满开去做规划，所以我们到访京都的时间，有名的樱花景点樱花都已经谢光了。这一次娜娜要跟大家推荐京都樱花满开的后期还有哪一些值得我们去探访的樱花美景，这一次会跟大家介绍四个，那我们就一起边走边吃边玩下去咯。到达京都已经是下午的时间了，我们就马不停蹄的就赶来我朝思暮想的金丰的 Takoyaki。 这间店是在锦市场里面，我觉得超级无敌好吃的，软乎乎的口感加满满的章鱼馅，超级超级超级好吃的。如果有来京都锦市场，非常推荐吃这一间哦，我跟我老公的最爱。在锦市场东逛逛西逛逛，等天色暗下来，我们就移动到二条城要来看 Light Up。 这几年在二条城晚上都会有举办非常华丽的点灯活动，虽然我们到访时已经错过樱花满开最漂亮的时刻，在灯光的照耀下，目前虽然只剩下三分，还是依旧开得非常的漂亮哦。这个会场还会发给每个人灯笼，你可以去选择你自己喜欢的颜色，每个颜色下面投放出来的樱花品种都不一样哦，我觉得超可爱的。在这灯光绚烂的樱花树丛里走路起来非常的浪漫。除了樱花树丛的点灯外，在二条城的墙面上也会播放绚丽的动画，整个声光效果配合起来非常的漂亮。这样慢慢散步欣赏大概花了两个小时，所以走起来是蛮累蛮花时间的，来二条城之前可以先吃饱哦。一早起来我就赶快赶到在京都车站八条口的 Kamado Takitate Gohan Doi。 这间土井店呢，以提供自助餐吃到饱方式的京都家常小菜跟腌制酱菜闻名。在外面的窗口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他们直接用 Kamado 在煮白饭哦。早上的自助餐吃到饱的时间只有9点到10点半，然后价位是1100日币，要早一点来排队哦，因为其实人潮真的非常的多。我们是第一批进入里面吃饭的，然后全部的京都家常小菜以及腌制酱菜都超级好吃的，特别是腌制酱菜真的是超越我想象中的好吃。没有试过京都的腌制酱菜的人一定要来试看看哦。我回程的时候还特别跑到京都车站买了5包酱菜回家，真的超级推荐，非常满意。吃完早餐后，我们就移动到离京都市中心稍微有点距离的福建石狮洲。这边以可以体验古色古香的樱花以及酒藏闻名。在网络上看到这片樱花跟扁舟的风景之后，深深的被吸引。我们到访的时间已经过了满开的时间，但这一个时间来的优点就是可以看到河面上飘落的樱花花筏。我们就在这个转弯处等着扁舟来通过，
非常非常的漂亮。碍于时间上我们没办法乘坐，但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上官方去查询了，早上十点开始就有班次。福建的水非常的有名，所以有非常多的造酒厂。你看到这样子古色古香的木纹的酒藏厂以及柳树、樱花，就是这一个福建石狮洲的标准配备。沿着河岸可以走蛮久的，看着樱花以及随风摇曳的柳树，整个心情都放松了起来，非常的开心可以来这一个景点。沿着河边逛完之后，我们就往稍微里面的有藏的地方去看一下有什么好喝的啤酒。选择了黄英这一家店进去走走看看，因为黄英主要的广告内容都是以合同来做广告的卡拉克达，所以它这里面有很多合同，里面还有个合同纪念馆，超可爱的。除了清酒之外，黄英也卖了很多啤酒，贩卖铺里面还可以现场喝到现榨的生啤酒哦，有两种选择。外面的露天的庭园非常的漂亮，我们就在这露天的庭园好好的享用这杯啤酒吧。看着这美丽的樱花树，喝着好喝的啤酒，人生真的是太享受了。这几天旅游下来有一点疲劳的累积，所以逛完福建石狮洲之后，我们就直接回饭店休息了。晚餐我们选择在饭店附近由以前的丁屋所改建过来的餐厅，非常的有氛围。餐点是咖喱跟荞麦面的组合，是不是看起来很好吃啊？我跟你们说一定要来这间，太好吃了。隔天一早我们就散步去了饭店附近的锦市场，寻觅这间我超想吃的小川咖啡。我之前就有喝小川咖啡的习惯，直到他们在锦市场附近开了一间新的咖啡店，我就超级兴奋的，这次就是我的必访景点。 Let's take a sip from the cup of chance. We're both so young.And baby, we've got time to face our fears, make our dreams come true. We both know what we want and what we've got to do. I don't know where the road will go, but baby, we can find out. If you trust me, you will know. It'll all unfold. I don't know where the road will go.Baby, we can find it. 整间店的氛围都超级无敌棒。小川咖啡是京都品牌，大家来京都玩的时候可以带他们的咖啡豆回台湾哦。开心的吃完早午餐之后，我们就搭公车去这次最后的两个樱花景点，都在京都的北边，公车时间会一个小时以上，但这两个景点都超美的，大家记得要笔记下来。第一个是妙心寺退藏院，从门口进入之后，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寺庙，退藏院在蛮里面的，所以要走蛮久的，大家要心理准备哦。非常多古色古香的建筑，走起来非常的舒服。我们到了退藏寺的庭园了。以枯山水庭园著名哦，里面有一棵非常大的垂樱，那我们就一起进去探索咯。好紧张哦，就是这一道门。Thank you.
后面还有一个庭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樱花，还有椅子可以坐下来休息。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以古都京都文化财被登录为世界遗产的仁和寺。仁和寺是御寺御所的寺庙，所以这边的樱花也被称为御寺樱，这是京都最晚开的樱花哦。通常是在四月的中旬之后才会开出比较大朵的樱花。樱花的特点就是它的枝干很低，所以不像其他的樱花你需要抬头仰望，这边的御寺樱是你可以非常亲近的就摸到看到这些非常可爱的御寺樱。这样子可以跟整片的御寺樱一起合照，真的是超级无敌美丽的。其中最有名的景点就是从这个角度可以拍到一整片的御寺樱以及仁和寺的这个塔，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拍照哦，我觉得超级无敌漂亮的。仁和寺寺庙一年四季都会推出不同版本的朱印帐，这个就是春天的朱印帐，是不是特别特别的粉嫩可爱呀？仁和寺整体的腹地非常大，里面有非常多的寺庙可以去参拜哦。各个寺庙参拜的方法都不太一样，我觉得非常的有趣。这一尊水挂不动明王的话，就是要用长长的勺子捞起水来为这一个不动明王浇水，非常的有趣。另外这个是用千手神把里面的神明的福气传送到着你的手上，你也可以顺着这个绳子跟神明讲你的愿望哦。我真的觉得仁和寺实在是太有趣了。知道你有喜欢这一次的京都樱花赏樱行程吗？虽然樱花谢了，还是有蛮多地方可以去走走看看的哦。如果下次你来京都刚好时间配合不上的话，这四个景点可以供你参考哦。那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拜拜。Understand you're stronger than